健康是最重要的了。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使用权，只有身体是拥有权。对对对，哎呀，说的太有道理了啊！今天呢是阳光明媚啊，我们在温塘镇散步，看到路边呢有一个美女呢在摘野菜啊，你好，你问你这摘的什么野菜啊？哦，这个野菜啊，我就看到他们也在这里摘着吃，他们说降火的功能啊，降火的。现在夏天不是养肝吗？哦、看看肝火旺。我看看这个菜，哎呀，真是，看得很嫩了这个菜啊。对对对。那你回去怎么吃啊，亚香？我是也是跟昨天才打听别人的，哦、他们说用这个用开水烫一下。啊，开水过。过一下开水，过一下开水，然后就洗干净之后切成碎片，剁碎之后呢，就放点那个香油，啊，就拌一下就可以吃。凉拌菜了，就是对对对对啊，这是真是环保的啊，纯天然环保的野菜啊。主要是这个土壤是含硒。我请问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就是萍乡的。啊，萍乡是个市。啊，萍乡是个市啊，属于江西的萍乡市。对对对，哦，我还没大听说过的。江西省萍乡市。一说到安源，肯定大家都了解。哦，对，我那还听说过。毛主席去安源。对对对对，那你一说那是我就知道了啊。好多年不了解萍乡，但是了解安源。那我想问问你，怎么来到了这个温塘镇这个地方呢？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也是朋友约我来这边泡温泉。啊、我以为的温泉是天然温泉。啊，对。后来呢，知道之来到这里之后呢，就那个。宾馆里面泡那个温泉，对对对，它的温泉是那个井里面，井里出来的水嘛，温泉水，对对 对, 对。后来呢，就慢慢的了解到这里非常的这个井呀、啊，是非常的神奇，它有几十种微量元素。哦。以前我们莲花那边也有溪，但是呢，那时候就没深度的了解溪。哦。我听说他们这里的溪呢，是一种微量元素，对我们是防癌抗癌的功能。哦。那我自己的身体也不舒服。哦。我呢，也落下了很多的，就是因为坐月子落下了很多的病。哦。然后我就在这里看我养现在。那你年龄看着不大呀。我是啊，我有40岁了。哦，看，不过你还看不大出来像40岁的。我以前也做养生，做了几年养生。哦。主要是呢，以前做养生呢，没有吃到那种效果。哦。比如说，我要吃我的肝不好，我要吃肝对肝脏的产品，是吧？比如说我心脏不好，吃心脏的产品，但是吃了很多产品也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。但是我这个头啊经常有点晕。就是说提不起精神。就来到这里之后呢，吃了这里的食物，还有呢喝了这里的水。现在我主要是吃那个硒片。还吃硒片。对。那就是说你我想问问，就是说你来这儿来了多长时间了？我来这里有2个月了，但是我吃这里的硒片有吃了快半年了。就是我以前就吃过这个硒片。我在这里买的回去吃。回去吃。然后呢，又想到这个环境来，对，享受一下温塘镇这个环境，是吧？因为这里的环境，它是这里的空气的，它负氧离子很高。负氧离子高，你知道能有多少吗？上次我们去明月山看了，有7万。这是负氧离子能达到7万啊？对，哦，昨天的在明月山那边看到的。这块负氧离子这么高吗？我还真的，因为我有鼻炎，过敏性鼻炎嘛。我们在老家像这种天气凉的情况下，我的鼻子会刺痛。但是来到这里天气凉了，我的鼻子不会刺痛。那就是你一直来了2个月了。温泉你泡了多长时间呢？温泉呢，我没怎么泡。就是我就是主要是来吃硒片泡脚，泡脚啊，在我家里泡脚，家里泡脚啊，就是家里这个水我加温了以后泡脚也可以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就说它整个这块的食物啊什么的都是含硒的，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？它的土壤含硒，它种出的是那个食物肯定也是含硒的。但是它那个含硒量就没有那个硒片来的那么效果高。你这个硒片是本地产的吗？还是？就是在温塘长寿村那边种植的。还有这个硒片能种植吗？它是那个植物种植出来的，做成硒片的。是一种植物提取出来的。对对对 对, 对。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还有硒片。那个硒片你说的是不是就比我们平时要喝水啊吃东西来得快，是吧？那是的。它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跟我们说说。有抗癌防癌的功能。
哦，主要是抗癌防癌。哦、还有美容养颜抗衰老。哦，还有这么多功能、啊。提高免疫力，提高免疫力。对，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很好。比如说，而且得了癌症呢，做化疗的话，吃上西片去，它没有那么痛苦。哦。它恢复的也非常的快。哦。嗯、是这样子的。你们不相信我说的，你们可以去百度啊、去听听专家们怎么讲。我知道这个硒，反正是对我们人体是很好的，我是知道。但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硒片，我还没见过。哦，那你现在准备在这住多长时间呢？我打算呀，把身体调好之后的，我也顺便把这个硒片呢，把这份健康传播到我们需要的人群。啊，就是说你也想去推广一下这个硒片？对。哦，这是个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对。实际上现在这个谁的生活条件好了，健康是最重要的了。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使用权，只有身体是拥有权。对对对，哎呀，说的太有道理了啊！好好 好, 好，谢谢美女啊！好了啊，嗯，我们刚才啊，在这上采访了这一个美女，她正好在采野菜，我们在这看到，你看这边采野菜的人还是很多的啊，他们都在这个的野菜呢，就叫原生菜啊，原生菜。这个硒片呢，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啊。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在后期采访一下他啊。